其实故事的开始是从好几年前我们去拍风电的这个议题专题，然后那时候有碰到就是彰化那边的环团的老师，他是用空拍机然后拍摄这个风场，然后那个风扇，然后我们第一次看到从空中的视角这样拍摄下来，那个视野真的不一样，就被震撼到了。然后因缘际会也跟老师继续联系，那他刚好有一个空拍机二手的要转卖，我就想说趁这个机会也跟他学，然后就买下那个空拍机，这是第一台我自己的空拍机。其实我们之前因为自己都有在飞，那基本的基础是会的，但是考试的时候他考的东西跟你平常飞的是完全不一样，就是我们讲平常不会飞姿态模式是把 GPS 关掉，他就是机器在空中只要有风来它就会动，所以我们是从头学，那大概学了算是学加练习应该可能两三个月，对，我们很幸运是一次就考过。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趣事可以分享？有，其实空拍机你会碰到非常多的状况，你是无法不可测的。那像我自己之前那一台的空拍机是在有一次拍算是半室内的状况下，它是一个已经被拆了一半的教堂，那我试图从外面飞进去想要这样绕一圈出来，但是可能距离没有抓好，你就会听到哼哼哼就没画面了，所以就是坠机在里面，然后还要爬那个废墟进去把它抓出来，但是还好还拿得回来。那有什么感想可以分享一下？当然是挑战很大啦，对，那之前都是采访的工作为主嘛，但我觉得都是一种说故事，只是不同的方式，还是希望说把专题里面的精髓趁着在主持人播报的时候可以更生动，或是更贴近大家的表现出来。那我们就希望在题材方面更年轻化，然后更在地化，而且更多元，去贴近整个台湾的土地，甚至说放眼世界也有可能去开创那个可能性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喜君。想要更了解这片土地，我们会为你探索更多的小故事。欢迎收看每周五晚上10点的《华视新闻杂志》。